今天很高兴，我这个仙人掌陆续开花了，有三盆。第一盆就是这个蓬莱宫，你看，蓬莱宫，然后它的刺啊是很刺很刺的，就是它会有倒钩，然后勾到你的手或是衣服的时候，就衣服的话就是一直缠着，然后手的话就是很痛。然后它的那个花非常漂亮诶，所以拍一下，这是第一盆。然后呢，再来看一下第二盆跟第三盆。好，第二盆是这个，这种仙人掌叫什么名字？我是不太清楚。那它之前还有被那个被什么？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动物还是鸟？哦，鸟。然后它那个旁边呢，就是有被咬一个洞，但是后来自己干掉了。然后就这样子。但是你看哦，它夏天的时候，哇，这花真是有够漂亮。它已经是开第二次了，就是前2个礼拜要有开一朵，然后谢了以后，现在又再开一朵，然后一朵花是可以维持1个礼拜。1个礼拜不是3天，也不是1天，是1个礼拜。然后这个呢是黄色的花，小黄花。好，它会陆陆续续开很多那种小黄花的花苞这样子，然后你都可以看得到它。然后它的那个刺呢有点像羊毛，不是很刺。然后这旁边这个呢是叫金黄，这个我就叫知道名字了，但是它好像不会开诶，它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变成黄色，它会不会开花我还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它会变成黄色，然后其他时间就不是黄色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仙人掌开了三盆。然后这个是甜心啊，甜心彩叶芋，好，尼采。然后这个是，绣球花，快要谢掉的绣球花，还有一些彩叶芋。那我现在非常高兴的就是我的，多肉夏天没有种得很好，但是呢，仙人掌夏天。非常非常给力，夏天表现非常好，仙人掌夏天开花开得非常漂亮。然后，然后我还有其他仙人掌，然后我们看其他仙人掌夏天的时候还会不会再开花。那我现在就拍到这里，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个仙人掌开花的喜悦，谢谢，拜拜。